请掀开经本，科会31面最后一行，我们将经文念一段。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魔恼之名。这个一段，前面跟诸位报告过，意思还没有尽。而对于我们修学，能不能成就，有关键性的重要，所以可以多说一些。苦难，我们遭受到很多了。过去我们也理解，有因必定有果，所以。过去的因是决定不能造，过去的因非常复杂。佛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总的来说呢，不外贪嗔痴，贪嗔痴的范围。深广无限，我们必须在日常生活当中小心谨慎啊，因为许许多多人堕落在贪嗔痴里面，他自己完全不能够觉察，不能觉察。如何能够脱离？因此有意无意都走入三恶道。这种情形不仅在现代，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就非常严重。所以他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现在在人间的这些大众，舍掉人身之后，来生还能得人身，是很少数的。佛在经上有种种比喻给我们说明，为什么人？得人身，舍掉人身之后啊，再就得不到人身。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多去想想？头脑稍微冷静一点，多想想啊，就能发现了。我们周边环境，一些人舍掉人身呢，来生不可能再得人身。我们比较容易看得清楚，可是看自己就难了。如何来观察自己呢？看别人，再回过头来看自己。
把别人当作一面镜子，就容易发现自己。看看别人，想想自己，我跟他一样不一样？如果跟他是一样啊，看他的前途是在三途，那我们自己也就跟他一起走了。世间人总是看别人容易，看自己难。如果能够把自己看清楚了，处理六道轮回呀，确实就有几分把握，就有指望了。这个功夫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细密地去观察。一定要记住众善因的善果啊！造恶业，前途决定是黑暗。善恶的标准是什么呢？世尊在十善业道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十善业道经非常重要啊！我们用了不少时间把这一部经细细的讲过一遍。我们也希望这一部经的光碟能够早一天流通，帮助大众在心理上建立一个是非善恶的标准。让我们知道怎样断恶向善，怎样积功累德，怎样改造自己的命运，创造自己幸福美满的前途。佛陀教化众生，根本就在这部经上。另外我们也选了一部阿难问世佛吉凶经，现在正在开讲。这两部小部经典呢，是我们修学的根基，万万不可以疏忽。至于魔恼，在世出世间法里，古今中外，可以说没有法子避免，也是我们必定会遭遇到这些魔恼。在八苦里面呢，就是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魔恼从这儿来的。世尊在八大人觉经里面讲魔恼啊，归纳为四大类，我们很容易记，很容易辨别。要是在楞严经里面呢，佛就讲得多了。单单五蕴这一条，楞严里面就讲了50种。
啊，五音每一音里面给我们讲十种，十种是十个种类，每一类里面那又不晓得有多少，所以围绕在我们的周边啊，都是魔啊。我们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性，我们不能够畏惧魔恼，我们要勇敢接受魔恼，要认识魔恼，我们才能够在魔恼当中成就自己。成就什么呢？第一个，成就自己忍辱波罗蜜，成就自己禅定波罗蜜，成就自己般若波罗蜜。如果没有魔恼，菩萨六度到哪里去修？西方净土，心净则佛土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第一个因素。往生净土第二个因素，就是十善。如果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真正做到纯净纯善，纯净是清净心，我们的身心决定不受染污，西方净土就得到了，再加上纯善，西方世界世尊为我们介绍，那一边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上善就是纯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佛陀的教诲，我们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不容毫分不善夹杂。我们自己要懂得了，不要让自己心里面被这个恶法污染，那我们的亏就吃大了。恶法染污容易啊，要把这个染污洗涤干净可不容易。那么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我们拒绝恶法的染污，这样对我们非常有利。怎么做法呢？我们在讲习当中常说只记别人的善，只听别人的善，决定不要记别人的故事，决定不听别人的故事。有一些人喜欢在你的面前说是非说长短，这种
情形古今中外都不明，有很多人非常喜欢说这些话。这个人在造业，他造的业是善业是恶业呢？那完全在我们，我们以善心所接纳，他造的是善业；我们以恶心所接纳，他造的是恶业。由此可知，善恶不是定法，完全在我们自己觉迷。我们迷了，可能善法都变成恶法；如果我们觉悟了啊，嘿，恶法也能变成善法。广度众生，自他勉励。这些地方，我学佛比大家时间久，我讲经也比诸位时间长，我一生遭遇的这个经验很丰富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是怎样从无量无边这个魔恼走出来的？魔对我没有恼害，对我只有帮助，魔来帮助我。每一次严重的魔恼，成就我的忍辱禅定般若，都会给我大幅度的向上提升。而魔有没有得好处呢？魔也得好处但是我们要问了，魔的造作将来要不要受果报？给诸说，肯定要受。提婆大多当年在世，处处障碍释迦牟尼佛，他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背思叛道他是生生的，不是死，生生的地裂开了堕地狱他造的罪太重了。可是佛告诉我，他确确实实堕阿鼻地狱，他在阿鼻地狱里头受不受罪呢？不受罪。提婆大多在阿鼻地狱里面那个日子啊，就像在忉利天一样，他在那里享福。地狱里面还有享天福的人，为什么呢？他是恶心造了善事。这个了凡四训里面讲的偏中正，做了什么善事呢？成就释迦牟尼佛的忍辱禅定般若把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德行福报大幅度的往上提升了，他做的这个善事可是这个善事不是他有心做的，他是要害释迦牟尼佛，哪里晓得把释迦牟尼佛这个德行智慧往上提升了。所以从他的立心他堕阿鼻地狱他帮助释迦牟尼佛成就释迦牟尼佛了，他受的是好果报，在地狱里头还是享天人的福报。这些境界都是属于不可思议的境界。
我们凡人很难想到啊。这些地方，我们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自己道业德行还没有成就的时候，我们要立志，要认真的学习。人在世间，绝大多数的一生当中，他没有目标，他没有方向，所谓是醉生梦死，糊里糊涂啊，过了一辈子，这是非常非常可惜。聪明人，有智慧的人，他在年轻时候，他就有方向，他就有目标，他一生向着他的目标，不离开的他的方向，这种人是世间成功的人物，无论是世法，无论是佛法，他成功。儒家讲立志，佛家讲发愿，志跟愿是一个意思。所以佛家没有愿，你就不可能有成就。无论你怎样苦修，最后功夫啊都是白费。功夫唐捐，世间人不立志，他一生不可能成就事业。我们现在人讲的目标方向，我到这个世界来是来做什么的？为什么来？佛虽然概括的给我们说人生酬业，你是酬偿你的业报来的，过去生中你修的善，你这一生来享福报，过去生中造的恶，你这一生来是受罪的，是受苦受难的。这个说法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宿命论。这是佛说一般人呢都是受命运的拘束啊。确实佛说的没错，但是这个不是佛法，这是世间法。佛是随顺俗地而说的。佛法呢，佛法可以改造我们的命运。不但佛能改造命运，儒道世间所有一切宗教都可以改造我们的命运。那就是说，我们自己确定一个目标，确定一个方向，一生锲而不舍，我们一定会达到我们的目标，命运就改变了。不能改变命运的人是凡夫啊！改变命运的人，这个人有智慧，这个人有福德了。所以我们学佛，学佛为什么？为的是至少改变我们的命运。要改变命运，不是个一桩容易事情。为什么呢？无量劫来，生生世世，我们的冤亲债主，这就是魔障，他要来障碍啊，欠命的他要来讨命，欠钱的他要来讨债，这个事情绝对没有法子避免。
啊，所以就饶了四种魔了：五阴魔、烦恼魔、死魔、天魔。谁能够逃得过？啊，五阴魔如何来对治呢？懂得调心，懂得调身。啊，我们对于这个五种阴魔，尽可能的避免，减少它的障碍。五阴，色受想行识。第一个是讲我们的色身，后面四条是讲我们的心理，啊，也就是我们这个身呢是物质跟精神组合的，身体我们要注意啊。现在人讲的注意卫生，啊，能够注意卫生，减少疾病。这一次我到香港，听说圣依法师病况严重，离开大屿山，啊，在香港山顶的一个居士家里面休养。那距离我的住处啊不远，我跟他联络，我去看他，非常欢喜，他这个神志清楚，啊，头脑还是非常灵敏，啊，记忆力没有衰退，但是身体呀，啊，体力很差，肌肉在萎缩，行动没有法子，要坐轮椅，站起来的时候两个人辅导。我想想，这样一位好法师，是我们佛门真正的大德了。这是一位讲经的法师，是一位参禅的法师，确确实实有道心啊！我在一生当中见到的是第二个，第一个我见到是道安老法师，这是我见到第二个。没有嫉妒心，看到别人有好处，他欢喜。这个难呐！我1977年到香港讲经，他听了不少次，听了之后，我听他的信徒告诉我，他们的师父劝他们呢，到这个佛教图书馆呢听净空法师讲经。他回去劝他信徒来听我讲经。我知道这个事情，我很受感动。而有一些法师呢，怕他的信徒跑掉，啊，总是劝他不要去听经，啊，障碍的多啊！他不但不障碍啊，劝他的信徒来听经。啊，我在香港跟他结识，成为好朋友了。以后每一次到香港，我都会去看他。他住在大屿山，他到码头，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交通不方便的，
到大屿山一艘船了，他都在码头来迎接。他住在后山宝林寺那个地方，没有修路从这个宝莲寺车可以到宝莲寺，到宝莲寺下车要到他那里去要走路，大概要走40分钟的路他不愿意开路，避免游客，所以是个很好的静修环境。但是现在呢，香港的机场建到大屿山，把它的风水全都破坏了。我想找医生呢，帮助他治他的病。我跟医生谈到他的状况，医生的推测，他的病源、病根呢，可能是这个风湿，受到这个寒潮湿。他这一说，我就想到，我说正确，一点没错。他住在大屿山后山那个地方，有严重的潮湿，那个地方雾多雨多，这个医生一听这话的时候，他说那他的判断就正确了，可不可以治呢？能治，有办法治，首先用3个月的时间治病，因为他没有糖尿病，他没有血压高，这就好办了，然后再用半年到1年的时间帮他调养，他可以恢复。我听着非常欢喜他今年80岁了，希望他能把身体养好。这个往后弘法利生还是需要的，这是说的无因果里面的色因呐。我们对于居住的环境不能不注意，太潮湿的地方不能常住。那么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呢，是在他居住的一年当中最潮湿的2、3个月不要住在那里。到哪里去住呢？找一个干燥的地方去住。他生理上有个调和。那最理想的地方呢，是美国的凤凰城，亚利桑那的首府凤凰城。那个地方，如果你要是有风湿病、这个关节炎这一类的毛病啊，到那个地方住2个月就好了，也不要看医生，也不要吃药。那是一个沙漠热带地区。我在那个地方曾经住过1个多月。所以寒气到那里去住的时候，就自然就好了。那个地方的热，身上都发烫啊，但是没有汗，汗被蒸发掉了，所以很舒服。虽然是很热，很舒服，汗都被蒸发掉了，你里面呢？累积的那个寒气，多年没办法治的，到那个地方住上3个月，保险就好。所以我们要找那样的地方，那是一个很理想的地方，尤其凤凰城是亚利桑那的首府，居住的环境很好。那么在澳洲沙漠地区，当然也有那个环境，但是那个生活就很苦，我们受不了。所以在这个我会建议给这个
圣依老法师，他身体恢复之后啊，我就请他到凤凰城去住两个月。我们那一边也有净宗学会，可以在那边呢讲讲经，在那边呢住一段时期，他的身体完全可以恢复。所以居住在朝圣的地方没有关系，一年一定要有一个时间呢去调整，这是我们从前疏忽，我们没想到。病也是魔啊，病魔啊！我们要知道它，认识它了，我们有方法对治它，让它对我们不至于产生严重的伤害。往年我在加拿大，在温哥华弘法。那个地方我也是非常喜欢。我住在美国的时候，每年都会到那边去住一个月。那边同修想留我，我不敢住。什么原因呢？温哥华一年有5个月的雨季，很潮湿，墙壁都会流水。这个衣服被子都是湿湿的。这个我了解之后啊，我不敢住那个地方。我说还是每一年呢，我选择气候适中的时候啊，到那边去讲一个月经。美国的南方比较干燥，所以我住在德州，德州那个地方很好，那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气候。这些地方我们学佛的同修要认识，知道怎样调身，怎样呢避免疾病，疾病最好不要用医药，医药都有副作用，西医的副作用比中医不知道要大多少倍。好在圣依法师不相信西医，他完全用中药来调理，这个对他这个身体这个将来的恢复健康确实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他这种病在西医的是没法子治疗，西医称作绝症，无法治疗，中医有办法。那么除这个之外，人为的障碍非常多，人为的障碍多半都是出于嫉妒障碍，嫉妒心不要学啊，与生俱来的。你要不相信的，你可以试验那个还不会讲话的婴儿，5、6个月、7、8个月他不会讲话，他就有嫉妒心，两个小孩在一块。你给那一个糖果，这个就心里就不高兴，他的那个表情你完全看得出来。嫉妒障碍呀，与生俱来呀。到他长大，随着他的年龄，这一种分别嫉妒成恚，可以说随着他的年龄在增长，在增加。因为他没有接受圣贤的教诲，尤其现在这个社会，现在的学校，教年轻人教什么？教竞争呐！现在竞争还不行呢，还教你拼命啊！你要不拼，将来你就活不了啊！这种教育怎么得了？所以从竞争、从拼、从打拼。一定就变成斗争，一定就变成战争，一定就变成世界末日。
这种思想啊，这个理念，这样的教导，是把众生呢带到世界末日，带到地球毁灭，这是负面的教学。所以我们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自己学佛，特别是要弘法利生，那这个嫉妒障碍是决定不能避免。我们在求学的时候，同学嫉妒啊，《阅微草堂笔记》里面讲的那个狐狸精啊，那一段我都揭露下来，也都讲给你们听过。人问狐狸、狐仙，你怕什么？我们就怕狐狸呀。啊，人家听到奇怪呀，你问你狐仙为什么怕狐狸？同行相忌，狐狸不怕狐狸，怕谁呀？那由此我们就晓得了，人家问我怕谁呀？啊，法师你怕谁呀？我怕法师。和尚怕和尚。他为什么会嫉妒呢？这个里头涉及到利害呀，涉及到利害，那他就想尽方法啊，去做什么呢？损人利己啊，所有一切障碍就出来了。我们纵然不给人增利，不给人争名，他还是害怕，他还是怀疑，他还是嫉妒。这个是我在一生当中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法子避免。可是我有方法，我遇到严重的这些打击啊，这些障碍，我绝对不怪别人，没有一丝毫怨恨心。我觉得他们做的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如果我要没有学佛，我的嫉妒心比他还厉害呀，可能我的手段比他还激烈，不足以为怪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我学了佛之后，这才改变了，这才觉悟了，知道那个做法，纵然现在得到便宜，啊，得到一点利益，将来果报在三恶道，这个事情我们不肯干了。三途六道真有啊，不是假的。这个是宇宙之间的事实真相，不管你信不信，不能说是信则有，不信则无，不信照样有，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所以我们在这一生决定要向上，摆在我们面前十条道路啊，十法界，我们走的成佛之道，菩萨我都不做啊，决定走佛道啊，决定用佛的标准来看一切众生，用佛的智慧来与一切大众相处啊，我们所有一切灾难都消除。所以我遇到有人啊来说啊某个人说法师的是非啊，我立刻就制止，我不听，我懂得保护我自己的清净心，保护我自己的善心，我绝对不让他说下去。不管多严重的伤害，我都不允许他在我面前
说人家的，说我的是非，决定禁止。啊，遇到可以教的同学，我还要教导他，我为什么这样做？我分析给他听，说我是非的人，破坏我的人，障碍我的人，他没有过失，不但没有过失，他有功德。也就是讲呢，他虽然是不善的心，他做了一段好事，对我是好事，让我在这个时候认真反省，认真的思过，那可能我走的路错了，我现在要改变方向。所以在这一生当中，我的路是越走越殊胜，越走越光明。有一些同学知道韩馆长当年在世，我们合作了30年当中，是是非非，风风雨雨，太多太多了。他有智慧，他很高明，他的手段就是归根究底。你说的这个是非是你说的，我听某个人说的，他把那个人找来，是你讲的吗？说我就听哪个人，他追着把那个人最初说的那个人找出来，然后问他，你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这样传播谣言？所以以后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说是非，为什么呢？他会追根究底，他会把你抓出来，这一招很厉害啊！所以把那个想是非的人的时候，统统给杜绝了，造谣生事没有了，听了之后一笑了之。我在早年亲近李老师，在台中10年，那个日子也不好过吧，我能忍耐，什么人给我的侮辱我都忍受。你想叫我离开台中，李老师没有亲自告诉我你离开，我决定不离开。只要李老师一个人没有说叫我离开，别人用什么方法来折磨我，来赶我，我决定不走。为什么呢？我没有学成我的目的是在学经教，经教没有学成功，我是决定不离开。什么样的侮辱我都不在李老师看出来了。李老师在同学当中跟大家讲话的时候，我不在同学们告诉我，李老师对我有赞叹，说我在六波罗蜜里面呢有两条做到了，布施他说净空法师做到了，忍辱他做到了，我们才能在那里住10年，才能把李老东西接受过来，我们自己的受用，还能把它发扬光大。李老师送给我的东西就是一部无量寿经。他自己讲过，他自己在上面做了一些小注，这个原本在我手上。他的学生很多，他为什么不交给别人？现在我知道，交给别人呢，人家还收藏在箱子里，不起作用这个本子给我，给我当时我就想讲这部经，老师告诉我不行，他说你现在年岁太轻，
你的声望不够，你没有能力招架反抗的力量。啊，有不少人反对这个会集本。啊，所以我一直等到他往生。啊，这个本子在我手上十几年呢，老师往生，我才把它印出来做纪念。啊，很多同修看到这个本子之后生欢喜心，请我讲，所以第一次开讲《无量寿经》在美国，在加拿大，确确实实是从外国传回中国，前后讲了十遍，这一次在此地讲是第十一遍。这一边讲的详细，因为不受时间限制，我们可以慢慢的讲，可以细数，所以要晓得障难太多啊。那么最近有人告诉我，说是我们教内教外，甚至于还有我们自己人，在中国国初也在造谣言，也在生是非，引起许许多多的误会，对我们帮助中国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障碍。我听了之后告诉他，我说这个佛法常讲是因缘，不必在意。中国那边有障碍，外国没有障碍吗？所以我说很可能这都是佛菩萨安排的。要我们向海外拓开市场，我们培训班在生产呢，生产讲经的法师，生产是出来之后啊，如果没有销路的话，那这有什么？那就没有办法了。我们一定要去推销啊，要去找销路啊。所以，因为这么一个原因，你看看，不又把我们升级了吗？我把我们同学讲经的这个录像，一个人一片光碟，我把它收集起来，大概有好几十片呢。这个总务李文华居士告诉我有好几十片，我们把它做成一个拉链的袋子，一套做一个袋子，做100套，我带到美国，带到加拿大，带到南美，带到欧洲，去做什么呢？我们同学沉寂展览会呀，我们到外国去展览呢，让他们大家看看，你们欢喜呢，邀请到新加坡，邀请我们的法师走向全世界弘法，我去推荐的，去介绍去促销啊，我就干这个事情啊。就9月份我到台湾，10月份我到美国，到加拿大，南美洲跟欧洲同修都来给我接洽，我说可以，我会找一个时间到那边去走一趟，把我们培训班教学的成就告诉全世界，同时呢，希望全世界有心想学讲经的，无论在家出家的，
来参加我们的培训班。啊，更希望呢，世界上各个净宗学会，啊，以及其他佛教道场，都能够邀请我们的同学在全世界讲经弘法。好事情啊！中国那个路不通啊，全世界都通了。他要是没有这样的一个障碍，我全心全力都在中国。啊，我没有心想走全世界。啊，尤其晚年，不想再多跑了。所以这是我深深反省的事，我们的方向要转变。全世界人都邀请我们同学去讲经说法了，我相信中国也会邀请。啊，那么这是我第一个反省。第二个反省呢，就更深。我已经是老年了，想到我们佛教还有一桩大事情要做，那就是许许多多的老法师，还有一些大德的居士，总希望我把《华严经》讲一遍，留一套录像提供给后人做参考。我也早有这个愿望，所以到的新加坡之后，李牧原居士齐秦讲这部经。这部经开讲以来到现在已经讲了600多个小时。我问一问同修，经文讲了多少？他们告诉我3卷。3年讲3卷，我害怕了。啊，80华严再加上40华严，除掉重复的部分，一共99卷，1年讲1卷，那不要讲99年呐？那还得了吗？所以越想呢，这个问题越严重。啊，李炳南老居士当年发心讲这部经，没有讲圆满。历代许许多多祖师大德都发心讲这经，都没有法子完成。经太长了，分量太大了，所以我就跟李会长讲，我说我为了要完成这一桩工作，我必须把所有一切的事情啊放下。第5届培训班，我们做了一个试验，非常成功。啊，我们的同学学了之后啊，能上台讲，能教，这成功的。去办学这个事情呢，我就放心放下。第6届起我不参与，顶多我做个挂名的导师，我不实际参与。所以我向他建议，把我们的同学愿意留在新加坡培训班的，我们要正式聘请他，给他资历。所以第5届留下来的，在第6届呢，我们就聘请做助教。前面几届的呢，参加华严班同学的，我们都聘请做讲师。同时把这个第5届的助教2份聘书都给你们。每一届的时候我们都有聘书，这个聘书它的期限是1届1届的。每一届都要这聘书。这是将来大家在佛教里面一个资历。那么第6届、第7届、第8届讲师，第9届我们就聘请做
副教授，副教授是第九、第十、第十一届，到十二届我们就聘请做教授。我们一定要把同学们的这个资历要往上提升。这个建议会长接纳了，希望培训班一直办下去，不要中断。但是这是个短期，是个速成班，在这个地方学，如果你要不能够坚持不离开讲台，你才会有成就。假如你三个月不讲经生疏，半年不讲经，你就完全退转了。你要不相信，我们前几届的同学，前几届毕业的回到中国去，他半年以上没有讲经，今天跟你们就不能比。他要上台跟你们比比，那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一听就听出来了。所以要坚持不离开讲台，我们才有成就。讲台的这个机会难，可遇不可求啊。所以我自己就想到，我往后这个80岁之前5年的时间，我要把华严完成。华严我准备用3年讲完。3年的时间99卷讲完。每一天讲4个小时，一年讲满300天。这样3年呢，有3600个小时。当然不能像现在这样细讲，可以把这个经完成。然后我再用1年的时间，一年有1200个小时，我用600个小时讲《法华经》，600个小时讲《楞严经》，最后一年也1200个小时，我把净土五经一论重新再讲一遍。这是我5年当中的功课，所以我5年我的工作在摄影棚里面，不对外公开活动，避免嫉妒障碍，不参加任何公开活动也是避免嫉妒障碍。净空法师没有了，不见了，在摄影棚里面所以有人邀请我去弘法，我说可以，我答应你，5年之后我80岁之后，我这个工作完成了，6000个小时的课程完成了，我还有时间，我可以答应你。这个5年呢，我一定要抓紧，都是这一次醒思反省呢，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真正的目的。那么附带跟诸位报告的也是在这一次严重打击之下了，我得到一个很大的安慰那就是澳洲政府批准我永久居留，拿到澳洲政府永久居留权。那么这个永久居留是澳洲国家尖端人才、特殊人才的签证，所以这种签证我听说他们全国只有200个人，这个中国人拿到这个签证，说我是一个从来没有过这个签证，享受澳洲公民的权利，可以不要尽义务。澳洲政府对我太优待了所以在澳洲工作非常顺利，从联邦政府
州政府、地方政府都支持，他们的这个执政党跟在野党，也都支持，所以现在我们在那边立案了一个净宗学院，本来我是想立案呢是净宗学会，净宗修学中心。我买了一个天主教堂，把这个物资备安插在那边，就没事了。我也可以不必到澳洲去了。但是现在没有想到啊，他批准我们是净宗学院，这个事情麻烦了。学院是不是要办学校啊？意想不到，我想大概也是佛菩萨要我们要做这段事情。学院成立之后啊，从学院再发展为大学，这是顺理成章的，非常容易成就。我们佛教有不少法师很热心办教育，但是他们办的教育都是一般的社会学校。凡是一般大学里面的科系，不是佛法，跟我们这个不一样。我们这个净宗学院里面的课程是三藏十二部经典，我们将来发展为大学里面的课程就是大藏经。这样一来大藏经不要放在橱柜里头了，真正从橱柜全部搬下来了。我希望将来我们培训的学生就是活的大藏经。因为大藏经总共只有3000多部，如果我们有3000多个学生，一个人专攻一部，岂不是活大藏经吗？所以我有意思把这个学院将来发展为佛教大学。我们的心量要大，不仅仅弘扬净宗，佛教每一个宗派我们都弘扬，我们都替他培养人才。我也希望我们培训班的同学，如果你们对其他宗派有兴趣，学藕益大师佛前念旧，念到哪一个宗派你就专攻哪个宗派，将来把这个宗派复兴起来。你是中心的祖师所以祖师很多，不是一个，大家就不争了吧，那就平等了吧。那么现在呢，学院，所以我就考虑，我们需要一块土地，土地在新加坡那很难得到，寸土寸金的，在澳洲是很容易得到的。现在我的想法，我这个学校最少需要100个英亩的土地，100亩，1英亩是4万尺，也就是说不能小于400万尺，最理想呢是能够拿到300英亩。300个英亩要算这个平方英尺那是1200万平方英尺。我们学校将来才有发展呢。现在我托人去找地。我们要有这么大的一块面积。先办净宗学院。净宗学院呢我们就开始分析。这个系就是按10个宗派，除了我们净土宗本宗之外，我们有禅学系，有天台学系，有华严学系，喜欢修楞严经的也不少，可以成立一个楞严学系，这个密宗学系，戒律学系，
小城镇，我们不要再搞这个居舍、城实，不要这样把它合起来，阿含学习。所以我准备呀，我们成立十个学系，将来希望呢，这个学系人才培育出来之后，我们就升级，就变成十个学院，十个学院呢，就组成一个完整的佛教大学。这是我们一生的目标啊，这是我们的方向啊。我们的学制，我现在初步的构想，提供给那边同学去研究。我初步的想法呢，我们的普通班两年。普通班的这个目的在哪里呢？是帮助各个佛学院培养老师。两年的时间，培养老师。我们的正科班三年，研究班四年，总共是九年。九年呢，这样的熏修啊，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法器啊。将来在全世界弘法利生，主持道场，推动佛陀的教育，我们才有能力啊，才有这个智慧，才有德行。如果没有这样长期的熏陶，这样深入下这个功夫，弘法利生不容易啊！就希望这个学校能办得好，办得非常完备。我们有这个决心，也勉励同修一定要办好，否则的话，我们辜负了澳洲政府对我们的爱护，我们也丢中国人的脸，丢中华民族的面子，所以一定要全心全力去做好，所以这一次我遭遇的这一些磨难，把我的方向改变成这个目标了，所以你们想想，这些磨对我大功德了啊！所以将来他们纵然堕地狱，他们在地狱里也过忉利天的生活，也不会受苦啊！这个就是佛法讲的自利利他的，我们绝不责怪他。我们知道他帮助我们转变方向，这个方向这个目标更殊胜更好啊！所以我对于魔障啊，都是一种感恩的心的。上一次也是遭遇很大的一个打击，我提出生活在感恩的世界，我勉励自己，我也帮助那一些造业的人，尽量减轻他的痛苦，尽量帮助他们。我们应当要存这样的心啊，所以一次的经历，心更清净，智慧增长，烦恼轻，法喜充满这一点我可以贡献给诸位同修诸位同学们，你们应当要学，在一生当中菩提道才走得顺利啊！顺利不是没有障难，有障难，障难知道怎样回避我们弘法利生续佛慧命这个总目标不变，永远不变但是什么？越走越殊胜越走越是充满
法喜啊。啊，所以我对于所有误会我的人，啊，嫉妒我的人，回报我的人，陷害我的人，我都是一个感恩的心。我在这个里面的清净心呢，我在这个里面呢，升起无量无边的善愿善行。啊，他们找我的麻烦呢，我以功德回向给他了。为什么这么做呢？学佛吗？佛是用这样的心、这样的态度、这样的行为对于妖魔鬼怪的。啊，我们看我们的老师，我们向老师学习，老师这样做法，我就应该要这样做法。这是佛弟子。所以应当向佛学习。啊，佛所做的我们一定要勉励自己做到，佛不做的我们决定不能够做。所以种种魔障我们都能够很顺利的突破。那么也许同修讲死魔是最难的。啊，死怎么魔呢？我们道业还没成就，寿命到了。纵然修得很好，来生能得人身，你这个一投胎至少耽误20年。中断20年，来生又得从头学起。这叫魔障啊，叫死魔啊。可是我们知道，我们能不能延长寿命呢？能啊。释迦牟尼佛的学生迦叶尊者，他还没死啊。现在多大年岁了？根据中国人的记载，3000多岁了。啊，外国人的记载也2500多岁了。他还在啊。他要活多久呢？他要等弥勒菩萨出世，把释迦牟尼佛的衣钵传给他，他才能入灭。啊，那个世尊在弥勒菩萨下生经里面告诉我们，弥勒菩萨什么时候到这儿来？我们这个世间的时间567000年。迦叶尊者要活567000岁，寿命可以延长啊。都在一个愿望啊，这个有道理的。佛在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只要我们的愿力超过业力，自己就做主了。啊，改善命运，最明显的例子，其实最明显的例子很多很多，没有人说出来。袁了凡先生说出来了，所以大家知道他。他的寿命53岁啊，他改变了，他活到74岁才往生，寿命可以延长，延长寿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一点都不难。我在道场，我是一丝毫隐瞒都没有啊，完全透明化的。
我年轻的时候，很多人给我算命看相啊，都说我活不过45岁。我今年75岁，多活了30年了，那寿命可以改的啊。那个看相算命我都很相信，我有研究过，我自己也会算命啊。学佛之后丢掉了，不搞这些了。从前很喜欢搞这个。愿力超过业力，意愿就转过来。改变的方法，了凡先生说得好，他讲有从事上改，有从理上改，有从心上改。最上乘的是从心上改啊！啊，心上怎么改呢？无我，无我无私，那你就彻底改变过来。你在这个世间想住多少年就多少年，一丝毫妨碍都没有。从事上改可以延年益寿，但是不会很长。从理上改的可以再长一点，不是很久。只有从心上改啊。金刚般若上告诉我们的远离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是从心上改啊。这个改得究竟，改得彻底，你会得大自在啊。我记得我上一次在此地讲的时候，举了一个例子，饮食卫生上，你要真正懂得保护自己身体每一个器官，你能够爱护它，你能够保护它，它健康啊，它不受损害啊，所以一定要了解。有许许多的人没有常识啊，在饮食上把自己糟蹋掉了，破坏掉，破坏各个器官的健康，这样子你就很容易生病啊，也折损了你的寿命。中国人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啊，什么习惯呢？喜欢补身体。哎，你不补没有事，一补毛病出来了。那个补的东西不能随便吃啊。那最近我听说我们香港有个护法陈老太太，我们香港的道场是她奉献的，常年高血压，一身毛病，给一个大夫给他看，治得差不多了，几乎恢复了。有一天，突然的时候，他两个血压的血压升高将近到200多度，吓死了。有一些同修就问他说，你到底怎么搞的？你这几天很正常了，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你有没有吃什么东西？没有啊，这都很正常啊。然后有人，你再想想哦，他说我昨天呢吃了10根冬虫夏草，10根冬虫，这是我昨天吃的。人家告诉他，没错，昨天吃的今天发作，血压一下升那么高。以后去请教医生，医生说
毛病就出在这里，不能补啊！所以千万不要看到那些补品啊，都很贵的呀。上面告诉你啊，对这个有好处，对胃有好处，对心脏有好处，对什么有好处？我看到那些东西啊，我叫他做谋财害命。你们上当，我不上当啊。最健康的饮食，你看看许哲居士，你们大家见过的，今年102岁，他上个星期来找过我。他每一天只吃生菜，不吃油，不吃盐，不吃糖，为什么呢？那些东西都不干净。最健康的生菜，你看看牛羊马长得那么壮，他没有吃油，他也没吃盐。他要是把五味给他一调和，天天喂他，他什么力气都没有了，他也不能工作了。最健康的饮食就是最自然的饮食，最健康的心理就是回归大自然的心态。啊，对人对事对物，一切都不计较。啊，一切都不执着，都不分别。你的这个身心完全放松了，完全自在了，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牵挂，你说你多自在啊！完全回归大自然呢，那个寿命就很久了。所以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间保持身心的健康，活个100-200岁正常啊，不是说老了体力就没有了，越老身体越好，老了身体不好是你没有修行的，没有修行，你没有修正你自己错误的思想行为，这叫没有修行。你能够常常注意把你的思想生活行为错误的修正过来，你一定会得到健康长寿。中国人讲的老当益壮这4个字意思很深刻啊，越老越强壮啊，越老精神越好，体力越好，越有智慧，越有经验啊，不可以老糊涂了，那就坏了啊，那就完全错误了啊。我们修个什么啊？无论在家出家，我们四众佛门弟子要晓得我们修行的功夫在哪里啊？身体就是招牌，我4年没到美国了，现在到美国去看看老同修，去跟他们比一比，看是你老了还是我老了。这就是教他们，教化他们啊，你们修行没有认真干啊，认真干至少不在我之下，你没有认真干啊，所以你不如我啊，至少我没有病你有病，你要吃药你要看医生，这一点你就不如我了。你的体力你的精神不如我，你没有修行啊。所以这些事情
不能作假。但是还有一些作假的，他怎么做家法呢？我听说，哎呦，这个老和尚啊，常年多病啊，他非常慈悲啊，把我们众生的罪啊，他都背在身上啊，真了不起。那看看净空法师，一点慈悲心都没有，我们的罪的事他都没有背在身上。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是有道理，所以希望听的人要仔细，不要被这个障眼法蒙蔽了。那为什么不做正面的实现？佛菩萨在世间做种种实现，没有一定。但是他有个原则，因病为药。众生的病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他，对症下药，药到病除。一切众生确实都有严重的业障，业障别人能不能代替呢？我们在佛经上读到的，不能代替，佛都不能代替。佛当年在世表演给我们看，释迦族被琉璃王消灭了，释迦牟尼佛能不能帮助他们？看到这个族被人家消灭，无可奈何。目见连尊者有慈悲心，把他的族人，他用神通放在他这个钵里面，把他带到这个天空。免遭这个难，避免这一次劫难。下来之后，钵里的一看呢，钵里头一钵的血水，他才晓得众生的业报，佛菩萨的威神帮不上忙啊。佛不能转众生的定业，佛帮助众生是教导啊，教你怎么转法，你肯转就转过来。为什么呢？你自己做的。所谓是戒灵还需系灵人啊，你自己造业，你自己化解，这是对的，别人帮不上忙。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病有三类。生理上的疾病，只要我们自己留意，注意保健，可以避免。饮食特别要注意，药不能随便吃。我们还有个毛病，自己得到很好的药会介绍给别人，那个人的病跟我一样不一样？纵然病一样，体质一样不一样？体质不一样啊，效果还是达不到。所以生理上的病一定要请教大夫，让他提供一些这个饮食方面的参考，他可以帮助你。这生理上的病啊，冤亲债主找在身上，叫魔鬼，鬼附身了，这个东西医生没办法，佛也没办法。身体上的病佛也没办法，
啊，可是冤亲债主这种病呢，医生没有办法，佛有办法。佛有什么方法呢？调解，哎，两方面调和。如果对方接受了，他就离开了，你病就好了。啊，你们看到佛门的慈悲三昧水忏，悟达国师割的那个人面疮，那是冤家债主附身的，那是要他命的，那报仇的。啊，迦诺迦尊者给他调解，他接受了，离开了，他人面疮就好了。啊，所以佛能帮助我们治病的，只有这一类。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啊，被这个不干净的东西附身啊，我们在佛堂为他诵经，为他做好事，给他回向，他要是接受了，他就走啊，你的病就好。第三一类呀，很麻烦，业障病，既不是生理上的，也不是冤亲债主，业障造作的罪业太重，这个罪业多半是前生造的，这一生福报享尽，业障现前。所以佛常常劝我们要惜福啊，要培福啊，不要疏忽了这两句话，太重要了。一个人的幸福是在晚年，你年轻少壮的时候你享福报，你到晚年没有福报，可怜呐。真正的福报是在晚年，所以在年轻少壮的时候要懂得惜福，要懂得培福，希望把福报留在晚年享，有福就不会有这些业障病现前嘛。福报享尽了的人，这个业障病现前，现在一般人叫老人病啊，老年痴呆症都是属于这一类业障病，医生束手莫测，佛菩萨帮不上忙。可是有没有方法治呢？有，佛师门中有求必应啊。什么方法呢？佛教你忏除业障，只有你自己真正忏悔啊，真正改过啊，真正自新，真正回头，你那个病有救。凡是害这种病，不但自己身体痛苦，连累家人，还要花一笔可观的医药费啊！所以应当觉悟，把这一笔医药费拿去做慈善事业。你的病就会好啊，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把你的医药费通通捐出去做好事了，后面两个结果，如果你还有寿命，你的病好了，如果你寿命到了，你就很安详过世，不受病苦的折磨。佛家讲理呀，理与事相应呐，我们要相信，深信不疑。啊，佛陀的教诲，真舍教诲。啊，那么现在也有一些人说，啊，佛教，我们一再提的这个倡导十多年了。佛教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今天社会大众
还是不能接受。尤其政府部门主管教育的，他不能相信，依旧把佛教看作宗教，看作迷信。儒家的教育他们现在能接受了。现在我们在中国，在海外看到有许多儿童读经班，政府资助。政府教育部门能接受。儒家式教育。没错。中国从汉武帝制定了国家教育的宗旨。罢黜百家，独尊孔孟。他这一提倡，一直到满清，中国各个朝代的教育政策没有改变。虽然改朝换代，教育政策不变，所以儒家的教学在中国2000多年了。开科取士，所以每一个县有县学，国家办有国子监大学，无论是县学也好，省学也好，国子监也好，是什么样的学校呢？我的看法，用现在的这个看法呢，政治大学。那些读书人的目的干什么？将来从政，做官的，做公务员的。所以是国家办的政治学校啊，用儒家办的政治学校，是教育啊。归宰相礼部主管，礼部就是教育部啊。但是他疏忽了佛教式教育。佛教是什么教育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谁来管呢？皇帝自己管。佛教教育的目的在哪里呢？我们就是以这个世间法讲最浅显的目的，帝王希求国泰民安，希望社会安定，国家太平，人民过得幸福，要用什么呢？要用佛教的教育。所以他们不知道佛教的道场就是学校，它的名称不叫做学校，寺院庵堂四个名称。寺院庵堂都是佛教教育，都是推动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帝王亲自来领导，帝王把佛陀教育看得比儒家重了，儒家派个部长去管就行了，这个教育他自己来领导。你就想想从前古代的这些帝王，他们有智慧呀。他们有眼光啊，有福报啊，能够推动这个教育啊，所以国家长治久安，他能够传几十代，他能够享过几百年，有他的道理。今天这样殊胜圆满的教育被社会大众贬成了迷信宗教，这是整个人类的不幸。我们能不能责怪他们呢？不可以。他们的误会是正确的，
正当，为什么呢？没有人讲解。真正过失在哪里？过失在我们出家人呢。我们出家人没有把弘法利生的事业做好，也就是说没有把佛陀教育办好，没有把佛陀教育发扬光大。社会上迷信是我们做错了。把佛教的教育完全疏忽，甚至自己都不能够理解。那谁迷信啊？自己带头迷信。我们的罪过很重啊，所以佛家有一句谚语说：“地狱门前僧道多啊。”所以我不劝人出家了。为什么呢？劝人出家就送一个人到地狱去了。这存的什么心？你要送哪一个人到地狱，你就劝他出家。出家之后两条路啊，一个天堂，一个地狱。你真正了解佛法，信解行证，如理如法的修学，教化众生，你升天堂啊。你如果没有做到，纵然一生没有什么过错啊，你在这个寺院做了住持，住持就对你的学校当了校长啊，我没有犯过失啊，我什么错坏事也没做啊，我是个好人呢。不错，你是个百分之百的好人，但是你做了校长，你没有办学校，你这个学校里头没有教员，没有学生，你人再好，你也撤职查办，你也要去坐牢，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事出世间法同一个理呀。所以我们今天选择这个行业，穿上这个衣服啊，要不能把佛教教育做好，将来堕地狱。我把话已经说清楚了，你不要怪别人，你应该去的。在家同修要做好好的一个护法了，帮助出家的法师弘法利生，提供他们讲经的道场。将来我们同学一天比一天多了，没有地方去练习讲怎么办呢？你们大家要帮忙啊！怎么个办法呢？请他到我家里来讲，一个礼拜来一次，给我们从头到尾完完整整的讲一部经。听众啊，我们邀几个朋友，这个邻居不拘多少啊，三个五个不少啊，十个八个也不多啊，只要你们一家人欢喜，法师请到家里面去讲经。最吉祥了，三宝佛光照到你家里去了。我们过去在台中，李炳老培训我们的时候，我们到哪练习讲经呢？都是同修家里。听众呢，大概十一二个人，有的时候七八个人。每一个星期讲一次，常年不断的才能练出来啊。你这个家庭有福啊，你这个请法师去讲经，无量无边的功德。
法师的根是你把他培养起来的。这些话过去我在居士林讲经的时候，这好多年之前呢，我都讲过，好像是培训班第一届的时候，我讲了很多遍了。真正的福报，世间第一等的福报，不要花钱，请法师到我家来讲经。真实的福报，比你去打一个水路，当一个水路头，听说当一个水路头，此地我不知道，在台湾要花台币好几百万，比那个功德大得多了，那是假的，这个功德是真实的，请法师到家里面去讲经。那么由此可知，如果要是说你这个家里啊不是不很干净啊，家里有人生病啊，常常有不太顺利的事情，请问法师在家里讲几次经啊，这天气太平了，什么事都没有了，确确实实啊。所以居士林这个道场这几年来为什么这么兴旺，没有别的，天天讲经嘛。念佛堂天天有人念佛，讲堂天天有人讲经，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道场也能不兴旺。听说现在中国也有些道场很兴旺了，你再去研究研究，他兴旺的原因也是常常请法师讲经，也是念佛堂日夜不断的念佛。还有一点，大家呢，无论是世法佛法，把这个财都看得很重。我们道场经费，经费从哪里来呢？不要自己动脑筋啊，不要自己操心呢。自己动的脑筋是歪脑筋，不但财源不能滚滚而来呀，反而障碍住了，这是真的。财从哪呢？布施啊，越施越多啊。哪一天不肯布施了，我这个东西要买卖了，财源断了，你的苦难就来了。这为什么呢？不听佛的话，相信自己的坏主意，错了。你要想得财，你就拼命修财布施；你要想聪明智慧，你就拼命修法布施。你要想健康长寿，你就得修无为布施。佛说的没错，我们世间人没有这个智慧，没有这个学问，全都搞错了。如果道场我不布施了，我再要拿东西再卖了，变卖了，这个是什么呢？相信自己的话，不相信佛话，不相信佛，祝佛走了，护法神也走了，这个道场必定啊往下衰落，没有几天衰相就现前，不堪收拾啊！这叫真正可怜悯者。我们同学要记住，我50年的学佛，40多年讲经，我这些经验常识非常丰富。只要放弃自己成见，随顺佛陀教诲，一帆风顺。如果说不相信佛菩萨的教诲，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决定到最后一败涂地。我们大家都要懂得这个道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